又劳吴侯亲迎。皇叔不必客气，国太正在殿中恭候。啊，请，请。刘皇叔到。快快请进。刘备参见国太。皇叔请起，请起。君侯安泰。皇叔好，皇叔好。国老安泰。玄德公有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更兼仁德，布于天下。国太招得如此佳婿，实乃天大喜事也。郭老过誉了。子恒。在。我要重谢大媒人。刘皇叔，另一位媒人何在？孙乾现在殿外候见。快请进来，设宴款待。是。国太，酒宴已摆好。好。请各位畅饮。国太，国老，请。国老，真乃佳婿也。是啊。请。来来来，姐姐。玄德，此乃何人？常山赵云。莫非当阳长坂坡于万马军中怀抱阿斗者？正是子龙。子龙与我亲如兄弟。真将军也。是啊是啊。赐酒。好，谢国太赐酒。好好好。主公，刚才我在廊下巡视，见营内有刀斧手埋伏，看来孙权怀有杀心，可速告知国太。国太要杀刘备，就请在此动手。玄德何出此言？廊下埋伏刀斧手，不是要杀刘备，又是为何？玄德请起。谢国太。
众谋。今日玄德既为我婿，就如同我儿女一般，为何埋伏刀斧手于廊下？这孩儿实在不知啊。难道是你所为？子恒，竟敢扫我今日之兴，还要当我之面杀死玄德，你们真是大胆！杀！杨华，你要造反不成？讲好了摔杯为号，我是照令而行。拉下去，与我拉下去！斩！国太，国太，我冤枉了！国太，若斩大将，于亲不利。国太，如此一来，刘备也难久居西夏。玄德，快快起来！国太息怒，国太息怒。快准了这个人情吧，国太。唉，谢国太。嘉华，若非刘皇叔讲情，定要砍你的狗头。谢国太不斩之恩，谢刘皇叔。